中国功夫惊天下，天下功夫出少林。静极生动，动极惊天，禅拳归一是少林功夫的真谛。千百年来，少林武僧遵照着这条玄奥的哲理，创造并发展了少林武术。少林功夫始于北魏，源于少林寺。练功必须遵守循序渐进、持之以恒、方法正确的原则。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，锻炼体魄、增强体质，是我们练功的目的。少林拳械套路是少林功夫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朴实无华，刚健有力，结构严谨，节奏鲜明，来去风速势如破竹，利于实战。练武时要以刚为主，刚中遇柔，刚柔相济。战略上要沉着果断，内劲外猛，虚实兼用，声东击西，势退而时攻，势攻而时退。失局时退而引敌入伏，立局时攻而猛狠。策活机灵，变化无常。少林武术有拳打卧牛之地之说，即在演练和实战中不受场地大小的限制，地方再小也能发挥自己的威力。少林拳还有拳打一条线之特点，即起横落顺，始终保持在一条线上。师德阳大师是少林寺第三十世原主持素喜的徒弟，属少林寺曹洞派三十一世弟子。现在他是正宗少林传统武术的集大成者和继承人，其弟子遍布世界各地，德艺双馨，享誉全球。少林大通臂又称少林通臂拳。通臂拳目前在市面上流传较为广泛，其套路形式也较多变，
在中国大江南北，祖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他们自己风格的通臂拳，由此可以证明它的影响力非比一般。此套通臂拳结构严谨，招式大方，威猛矫洁，攻防兼备，实战性突出，适合社会各阶层做强身健体之用。下面我们进行少林通臂拳的实战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开始的第一式起手式合掌敬礼开始。
下面一个动作，预备式，由现在的合掌敬礼开始，左脚向左跨一步，同时双手放在腰间握拳，紧接着双手提起来下按，同时两脚后跟离地再落地，头向左摆。云手冲拳，虚步按拳，对方来攻击我，我把他的右冲拳架开，同时我上一步冲拳到他心窝，那么他再用左拳来冲击我，我拨开他的左拳，他又用右拳冲击我，我又拨开，接着落下来，我扎好姿势，蓄势把他打出去。二郎带山，虚步抱拳。